句句。炸弹。过。pass。哎，我先出尖儿，是不是赢了？能赢不？哎呦我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因为我必输了，我这……哎呀！我这头皮穴位有点麻呀。我出尖儿能赢的，我没出尖儿，所以我头皮有点麻。哎呀，下回不能托管。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即使你的牌它再烂，你也不要放弃希望，依然有赢的那个机会，超级加倍。先来一首十丁圈儿，要不起，再来一个三带一，不要三带一，三四五六七，一定能被管上三四五六七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留俩二，应该是把他们拿下了。这俩二单双不顾，单双不顾，连队。不抢啊，不抢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我炸他，我来兄弟，我这把就是个屁，但是我这个屁也得有点作用啊。我也得帮你凑一凑他，兄弟。对十，接下来就看你的。要不起。对二，不要。过。三。七。五。尖。二。pass。小王，大王。五，炸弹！啊，还有六张牌，不要，看看队友有什么牌。漂亮，我的队友，拿点好吃的奖励一下自己。来个果冻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哎呀，不到一半了，别急呀，这就一把的事儿。我抢，不抢？抢地主，不加倍，超级加倍。对三儿，对勾，对尖，除，要不起，三，尖，不要，大王，一把狗，四丁，二黑枪，炸弹，五。要不起，
来到英雄联盟。哎，小王，拿下！不要炸弹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看，看，顺着。要不起！我正好完压你，小伙子。压死！有雄心！我正好压你。管上！哎，还就那么正正好好，让你输一把。现在俺们对尖最大，这把已经拿下。不要！游戏结束，都低住，来把王吧。这把打啥呀？打个猴！我操！你还敢出赛刀？我拱！我拱！我拱！如你所言，老猴子还出赛刀？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，老猴子？往哪走？来，往哪走？我看看你往哪走。好闪，闪我都不交，我就等你闪了，我再闪，我不交。他们家这把的阵容还是挺克我，维恩加盖伦，还有个卡牌。卡牌不让我拱，维恩不让我右，盖伦不让我失血反杀，这把阵容对我不太友好，换个 ADC 就好了。这把好，回家，假装回家，其实不严，个老猴子还出赛刀，等个鱼的，我的小龟龟。呀！拜拜，老猴子。是。干啥呀？这有蓝吗？这还这蓝够吗？这对打对，闪现躲小兵伤害。哎呀，还给我点盐点死了！哎呦，这手点盐。有小心。血没回上来，回血差了点，那猴怎么双杀了呢？天哪，这猴杀俩人了啊！这猴，这老猴，这猴居然150块钱了，我属实是没想到。不跟我打，那肯定是不行。你必须得跟我打。好。
他咋那么多药呢？这老头儿，走塔后断兵，卡牌才五级，没事啊。我们升六了，这波可以尝试击杀一波老头儿。把老猴击杀掉以后我们回家，因为卡牌马上升了啊，卡牌绝对的马上升了，马上升，还不升，还没升啊，要小心。嗯，我不上，这假的，假的我就不犯壳子了。说为什么打我？吃兵线，我能让你吃吗？你想一想，我们现在就往这兵前面一站，想吃兵先跟我说。你俩好像也打不过我呀，这啥的蓝枪啊，啊西吧，全残血，哎呀玩个屁呀，我操了，我吐了，到底是我赶坑你俩还是你俩赶坑我，打一个跑一个，打一个跑一个，哎呀吐血了，真是，那蓝枪跑的还贼快。一多点一级就没这么幼了，一要是多点一级，第一是为了幼，第二是为了收兵，非常好，必须得组 W， 别 W 就一对点没用，你得首先先幼起来。来月塔杀猴，正好回塔，我鱼盾正好好，然后你正好死，你可挺烦人的，我发现你可挺讨人厌的。我砍死他，好漂亮，漂亮叶大师，赶紧念咒，我帮你杀他，快跑，打牌没闪现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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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，没闪吧，可以回家，
那剑圣先念咒就好了，他没念咒。哎呀，他要不念咒的话，我这救不了他。要小心。干嘛的？吃我塔皮！卡牌真是个神经病，出个水银还，我操了！本来俺们那个嘲讽时间就短，还整个水银还。对线艾克连个空都没有，整个水银还，俺们家一共就俩空，一个锤石的加上我的，艾克那都算不上个空子，不一定能中得了呢。艾克的 W 技能。波兵吧，没有余震，我们伤害不够高。不过他把牌放了，我可以试一试。我好肉啊！我没掉血，别挡刀。哎，防御塔给他拱没，为啥没掉血知道吧？因为有余震，余震是个好东西。完了，我的一血塔别掉，我的塔别掉啊！对面中路一血塔已经没了，那随便了，掉不掉都行吧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来了个卡牌，确实有点烦。我来一个水银海，没想到对面能三英战吕布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峡谷反正，哎呀，猴来了，操了，猴过来了。哎，哎呀，大开慢了，稍微有点追不上了，打牌这玩意儿呢不好杀。猴也不好杀，算了，回去看看有没有红吧。投一眼有没有蓝枪的红啊？没有，上路收兵。哎呀，这水银孩真是操了，真是挺难受啊！这水银孩，你说你玩中单卡牌，本来伤害就低，啊，整个水银孩。不过他们家这把有微音，
没完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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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他妈小个！赶紧拆他们家一个二塔，艾伦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辅助盖伦吧，还出个幽梦，还挺脆。这把我决定先出个王本，要不然这个维恩我追不上。咱们整个跑得快点的装备，跑快快。有红，把红打了去。哎，那你叫蓝枪啊？人也太多了吧？这也不让人活呀！这，我的天哪！这咋办呢？这还好我跑得快呀。你就过来追，对，就追，就硬追，就追啊！你还回头？完了，爸爸来了！这是我爹，这是。这是我的爹呀，这是。啊，回头？你们这不全让维恩杀了吗？一会儿别回头啊！嗯，给我砍死他！这个东西就像生物链一样，你知道吧？维恩是我爹，剑圣是维恩爹，蓝枪和猴是剑圣爹，猴和蓝枪我是他们爹。哦，双 buff 我要了。蓝枪哪去了？我来了，我必定要这双 buff。 哎呀，哎西吧，我估计准呢，这就让维恩打我们。没事，拆塔吧。我很右的，没关系。把塔拆了。
把猴杀了。别打了，还搁这打，自己多少血不知道吗？还搁这那 A， 自己还剩多少血呀？这看看盖伦能不能生。黄月塔打不动，但威音能打动。哎，我今天就必须得碰着一把王八，没有这种百分比掉血的这种，要不然这玩起来吧，这就不太得劲了。杀猴，这你不把这猴杀了，还行，毒死了。正常来讲，猴是不应该被毒死，他的回血应该能抵抗抵消掉这个耗着的毒，但没抵消掉，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层数有点低。来拆了下一把。我还有17000多豆子，先把它赢到30000，30000再变个60000，我们就有钱了。这把在发牌的时候已经赢了，我知道这把我的赖子指定特别的多，只要不是二，哎，100%特别的多，所以这把是非常好打的啊。快点啊，都等得我花都谢。先来一张六圈儿，然后再来个大王，走圈可以盯接7、8、9、10，不要快点啊，他都等着我花都谢了。圈可以盯，要不起连队拿下，不要 pass 炸弹。我们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剩一点点啊！完了，摁错了，摁了名牌开始，咋整啊？天要我亡啊！这是天要我亡啊！我蓝厉害，今天就要不服天，给我赖着！操你猴子的，还天要我亡，我就得亡了，我不亡。飞机挂，要不要炸弹？你以为你能？